哎，这么牛，这次巨石都不怕的。哎呀，吃火锅的人都摆得很多的嘛。那你看这个人，这种人就是香菜王一个，吃火锅一定要配香菜才可以的。哇，你看他吃到这样 enjoy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拍照相。那这种就是最common的，吃什么都要拍照先。 还有这种的，大胃王 size， 全部人都吃到撑了，他还能继续吃。嗯，哦，那个 hotpot combo 可以做鸳鸯锅，一包里面有5种产品，几方便一下。